这边很多我都丢不了、欸，你知道？那我们整理完了，丢掉了，你留着干嘛、啊？你根本没有减少你的衣服的量啊！它真的是跳绳啊！我们要来断舍离，因为快过年了。嗯，你已经整理出，我已经丢了一袋了。你有很难下决定，然后最后丢进去的东西吗？不可吧？这很可爱耶，那为什么不要？因为它在那边很占位置啊。这个留起来。这个时候都有空间，之后我们整理出来都有空间。这边还有很多纸，不要留啦，这个我就不想要留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先准备一个箱子，然后把可能别人会要的先放那个箱子，然后让人家自由领取这样子。你还丢了什么？我还丢一个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模型哦。对，我知道你觉得比较好，我们先暂时放旁边。我不想要啊，我看到有人想要的话，我觉得又想要了，所以我不想要看到这个画面。不会，你不会看到，我们就是不会让你看到啊。不行，那一定就是要在我的手里丢掉，但我才会觉得我真的把它丢掉了。问号，你之前不是才说你丢东西，感觉你的人生被否定了？对啊，所以我不太想要丢啊。所以我现在一定要丢，我就只能丢了。更需要它的人拥有它。还有这个啊。泡汤的、哦，对，那可以给我啊，我在泡。这为什么要丢掉？因为我现在没得泡啦、啊。我家里没有绿的、啊。可是是什么？爱乐的话，它有一个东西。这个你把它丢掉，相机耶。你这边有一个哦，对，好像是。对啊，啊，问题是我们用不到啊。会有人要的，这只是也该丢。这么胖，这么会吃，又这么会喷肛门腺液，嗯，你是不是也要丢掉？柚子也来看，嗯，那这个。哎，这不是柚子喜欢那个娃娃吗？长得很像而已，但是它其实不是同样的东西、啊。类似的，这跟柚子喜欢的娃娃很像。你看柚子都来了，他知道。你看，这什么好可爱哦！这么可爱的东西要丢掉？这个我已经留很久了。那是什么？钱包？它就是我拿来收一些什么票夹之类的啊。留着留着。这是我上次送志明的点心，结果被丢到里面去了。而且它没过期哦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吃啊、欸。是不是很好吃？不会很甜。对啊，你看，是不是还有很多好东西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去年愚人节，小鹿的妈妈是一个机器人。小鹿的妈妈的画像，这个丢了。好，我帮你解救出一些还蛮有价值的东西出来。等一下会再看有没有人要这些东西。这柜好像蛮多是比较少用的东西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，这好酷哦，它是裂开的皮卡丘，哎，这皮卡丘回到很久以前的皮卡丘，而且它很有分量感，很重，哎，这是一个艺术家做的，都要留着呢。我知道都要留着，这我会留着。行动电源呢？这个行动电源不是我的行动电源。是啦，这边这整柜都你的，还有明日香的，那这柜就先这样，下一柜是什么呢？嗯、这柜感觉好像很难丢，哎，蛋白粉，你要吗？过期啊，严重过期。衣服要不用丢吧？啊，这边很多我都可以丢掉。对对对对，干嘛、啊？有没有可以给我的、啊？还是你直接拿去，全部都你。你都不用，那我自己再看啊。都是衣服哎、欸，你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钱啊，贵重物品藏在里面。你要不要挑几件喜欢的带回去啊？我喜欢的都带回去了。底下有什么东西吗？我怎么觉得有一些不是我的东西啊？芒果清鲜饮茶，我才不会买这个啊。那你丢掉，你叫什么？等一下，那我这些直接丢吗？我不知道里面还是什么，你自己整理。好，我丢完了。你丢完了？不是，这些都全部都丢。其实那个柜子里面也是哦，但是因为它现在比较难看，因为下面有地垫，所以你今天的战机是这里。我现在要另外拿一个袋子把不要的衣服可以回收的。好，换我了。这个是你的吧？我刚刚突然看到。这不是我的啊。不是你的，不是啊，这件也不是你的，不是吧？不是你的，这也不是我的、啊。我们这边还有谁睡在这里？哦，算了算了，先不理他，来整理我的。我首先就要丢这个，我要纪念一下。什么？我的内裤，它被我穿到，你有感觉到它超松垮吗？你那是盗版的，这个牌子不是 Tommy 吗？啊，你这个前面怎么写 Tom？ 哪有 Tommy 啊？不是 Tommy， 不是你再翻，你再翻 Tom 吗？不是，它是裁切掉。可是这不对吧？正常不会这样子。啊，我的英文名字就 Tom 吗？很值得纪念这件呢。你要害我把这件留下？因为它是你的名字啊。不是，这件真的这完全不能穿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这就是 Tom 的 Tommy 啊。不行啊，这件真的太松垮，我每次看到它，我都不知道要拿它怎么办。那你就丢掉吧。丢掉。这边很多我都丢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每天我都没办法丢。
把我挖红整理完，领口有点旧的。嗯，这还好。你近一个礼拜内有想起过他吗？没有的话就可以丢掉。那我很多东西要丢哎。哦。什么？你会吓坏哦。啊？蟑螂啊？不是蟑螂。那是什么？它是一整块东西。嗯。猫毛，我收藏的猫毛。这是谁？三角。这是集合众人的。那你到集合在一起就没有意义了、啊，你根本分不清楚是谁。我没有丢哦，你不要叫我丢，这是我的宝贝。你应该分散成不同只猫吧？你这样没有意义啊！我下次努力，这个先去旁边。哇，你那里面是糖果吗？啊，你藏乖乖干嘛、啊？我想说乖乖软糖哎，我想说会吃啊。啊，好好丢掉。啊，为什么你要藏在这边？我忘记是谁给我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有一天我会吃，我就放在这边。事实证明我不会吃它。我少吃了好多乖乖，我的人生。还是你要？我不要。很紧的内裤还要穿吗？不要。丢掉啦，你留着干嘛、啊？没有，还可以啦。我今天再试试看。你就很紧，就是不会再收回去啦、啊。你再怎么试也不会收回去。三角，三角在讲话了。三角。哎、欸，这件是你的吧？哪一件？我没有这件哦 ，Uniqlo L size。丢掉，帮我丢掉。我可能不小心放到你那边去了。哎、欸，这是生日礼物，我做给你的吧？这我画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把它这样塞回去吗？这件你不是可以拿起来穿？欸、这你的吧 ，XL。不是，这件真的不是我的。可是它是 V 领的，我不会买 V 领。我也不会买 V 领的。是。那你不丢吗？啊，它看起来可以。这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就丢掉了、啊。我看你整理这个，整理到我手酸了。你整理的好没有效率哦。我已经很努力在丢了。看不出来很努力啊。哦，这件不用啊。我有一阵子很常穿这个运动，因为很好穿。啊，你这现在呢？但它有点皱掉了。雅虎的。这件我很喜欢的，只是它为什么会有这种黄黄的？白衣都会黄啊，这是那个哎、欸，黄掉就算了。好、啊，我们整理完了。你根本没有整理耶。我丢了这边呢，很多对我来说。你确定我不会丢到你的东西吗？你拿我看啊。这个？这是空的吧？这个没得用。这个是芦荟吧？芦荟是不是过期？不是、啊，它是可以舒缓的呢，你晒伤就可以用哎。好、啊，这留着。那冰在冰箱里面啊？等一下拿去啊。这个你用了吗？这个超难用的哎。你管我、啊？等一下，你有在用吗？这是我的，我自己另外买的。不是，你还特地买的？这个超级难用，这个真的超级难用哎。舌刷不是吗？对，但是这个是我用过最难用的舌苔刷哎。我总觉得我的可以。你可以吗？这个比较好用。但它这个已经脏掉了。这是那个啊，刷舌苔用的啊。这是你的。对啊。这个很好用。这个跟刚刚那个我丢掉的那个是同一组的。好好好，那放着。这个法拉很难用。丢掉掉。好，丢掉。好，这边干净了。好，就这样，这边。这个脏的毛巾啊，这拿外面好，回收的。好了。就直接放进去。没有，那垃圾是这里。这个后面有一些东西啦。要不要整理一下？前面的东西都不先整理好，怎么整理到后面去啊？不是，我这衣服没地方放啊。怎么会没地方放？我现在这边全部空的了。哦，那借我几个放。这是你的吗？这根本很多都你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不是我的。什么美白液？这不是我的。那不是我的。怎么可能？那到底谁的？这个才是我的。哪一个？这个是我的，就是也是那个头发的。好，用完了。对。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我超想问。跳绳啊。对。它真的是跳绳啊，还是这样啊？你在说什么傻话？真的，它是跳绳的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打到啊？它会变长哦。不会啊。那你这样甩有什么意义？帮你计步啊。但你有没有真的跳过去？啊，它就是会计啊。好吧，那你带走它吧。这样你不想要了？不要。那个有人会要，那个，等一下那个拿去外面放。你说什么？那你的衣服根本没丢，你根本没有减少你的衣服的量啊！你这边很多衣服是你都没有在穿的、啊。好，那我再审核一次。我帮你审核啊。不用吧。好，这件确实比较少穿，然后它有点旧了。但是这件我觉得蛮好看的、啊，我丢掉了。干嘛？我被他吓到。柚子。哦，我真的被你吓死哎、欸！给你啊，不是，给你。柚子，出来。我真被你吓死哎、欸！我差点把你丢掉哎、欸。我想说这袋怎么那么重哎、欸？哎、欸，他想要在里面啦。嗯，我们先丢，然后等一下再拿它出来。他是旧衣服守护神。好，请整理。不是，这真的是我的衣服，这丢我就没衣服穿嘞、欸。先缓缓，我先把这个移开，然后我们整理后面。移去哪里啊？我就先放地上啊，我等一下再仔细整理。这边
可以来这里了。哎，猫饼哎，我去日本买要给大家吃的猫饼。那你根本没拿出来啊？因为我放在后面都忘记。它超可爱的，你看。蛮可爱的。来给大家吃。好，这个眼罩很久没用了。袋子哎，十周年的袋子。嗯。可以留着。不知道什么的要还要留吗？不要丢掉。你现在是不是很会丢东西？嗯，这个是我的。它到底是什么？我的那个奖。你说你个人频道啊？对，都还没开箱哎。你个人频道十万啊？对啊，整理完了，我等下再把这个付给。根本没有丢东西啊！我有丢啊，你看这些东西，我也丢了两袋哎。你这两个加起来不到一袋哎。好吧，我就先这样喽。你到时候搬家的时候会很痛苦，因为你现在不丢，到时候就是别人会帮你丢。拍完我再仔细，因为在拍的时候会没有判断力，会乱丢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大家断舍离哦，不要跟我们一样，新年快乐。